大家好，我是森林袁咏琳。今天我要卖的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新产品，叫丝袜。No way， 当然不是啦，当然是我的新一批。但是，我刚刚觉得这样子看，感觉很像真的有女人味。我卖丝袜，女人味有没有很吸引你？这个包装真的可以说是很特别的，而且在情人节，我觉得这个太适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新一批叫此刻正好 ，this moment。那现在呢，我也面临了一个，就是到底想要跟我另外一半往婚姻的这个方向走呢，还是我们要分手呢？还是我们还是想维持现在的状态，然后继续倔强的爱彼此，选择彼此。好，所以专辑拿出来，我一定要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一次的设计呢，我们加了一些小巧思，然后我觉得很特别。怎么说呢？后面它有点像明信片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是情人节，然后你想要送给另外一半一个礼物，不管是你想要跟他求婚，或者你想要做个决定，你有三个选择可以打勾勾，一个是你想娶我吗？就是你想嫁给我，或者 That's alright， 就是我觉得我们分手 ，That's it， 没关系。还有第三个就是只好倔强，我觉得我们这样非常好，我想维持现在，然后希望以后可能还有未来，但是我选择我已经认定你了。这三个选择都不错哦，都是此刻正好做很好的决定。就可以送给他们这张专辑，有没有？重点是送给他之后打开来，里面是虾米，一条红线，这代表很多东西。而且重点是在还没打开之前呢，这两个戒指是没有办法碰在一起。如果今天你选择说，我要嫁给这个人，或者我们想要一辈子团在一起，就把它拉紧，拉紧呢，这个结当然就会紧啦，然后呢，这两个戒指就可以啾一啾一，有没有碰在一起，很浪漫。是的，那如果今天你说，现在的我想要单身，我觉得像单身的我也很好，你就可以把那个环拿下来，就是刚刚那个戒指上面拿下来，然后插入这两个小口袋，就会拼出两个字，正好，此刻正好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一些小东西，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。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意义呢，就是不管你现在处于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，都是最好的状态。你做任何选择都要相信自己。还有里面呢，当然就是专辑啦，就是有三首歌的 CD， 然后还有我的歌词本。歌词本里面的东西，你自己买就拿回去看吧，我就不讲了。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的新 EP。此刻正好 ，this moment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